你今天在我们团体里面完全太突兀了，太真的好丢脸哦。对啊，怎么节目还没开始，我只是觉得脖子有点在酸痛。今天来宾是按照这样子来排序的，哆来咪就对了。你看吧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想自取屈辱。今天当我们站一起，是的，选边站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单元是比较新的单元。啊什么？谁是摇头王？谁是摇头王？摇头王？怎么玩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晓得，对不对？来，彤彤知道。彤彤晓得。好，示范给大家看。那现在让彤来示范。好，戴在头上，戴在头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来，帅哥服务有。来来来，哇塞，就让我为你戴上皇冠。哎呀，好幸福，碎当当，碎当当。来，站中间，站中间。那待会呢，计时了，在这个30秒，你要摇80下才算过关，摇好不好？好，这边看啊，归零了，按下去喽。好丑，年少。好，归零了。你现在开始动，他就开始计时了。等一下哦，不能动哦。计时30秒，开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王同学在示范谁是摇头王。随着摇头的次数的增加呢，我们的额头上面的码表也增加了它的次数。来计算在30秒里面，王同到底头可以摇几次？大家可以看到，才开始不到20秒的时间，王同已经爆发了。他现在运用各种的方式，让他的头能够增加摇动的摆动。我不赢啊！我们在旁边。6秒，5秒，4秒。时间到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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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晕哦，哎，他快发疯了，哇，哎呦，啊，你们猜，30秒他摇了几下？我猜大概120下，哇，哎，我觉得应该有90几下了，有90几下，我也说，刚才30秒之前，我先问你会不会很累？有，等一下我擦下口水。十位，彤彤，哎呀，30秒，86下，掌声！哎呦，哇，算厉害的，超过80下就是算过关，对不对？大家要反问一下，这要80下其实很累，对不对？好累哦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，好晕哦。好，赶快把我们的这个扑克牌推出来。是是，来喽！各位，我们现在要来抽牌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抽到鬼牌的那个人就要来执行谁是摇头。好，那个洗好了。哇，我以前我的 partner 几个？6个，对不对？哎，6个。好，牌现在桌上了没有？1、2、3，取选牌。哎。哦，每个人现在手上都已经拿到了牌，到底谁拿到鬼牌呢？请打开你们的牌。安全，这谁？鱼比燕抽到鬼牌，对不对？千王，千王，哎，不，千王，我感觉像有被弄，要排挤我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你有看过名模摇头吗？马上来看一下鱼比燕猜他的谁是摇头王。鱼比燕要挑战谁是摇头王？我们要先讲好，那个比燕不能有那个偶像包袱，偶像包袱。对，哎，我们大家出来玩游戏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小团体，对，要把那包袱放开来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会有偶像的包袱吧？应该没有了，都已经再成这样，怎么会有呢？有有有 ，OK OK。平健，你自己刚刚看到那个王彤，他30秒可以86下，你自己预测自己大概会几下？我们最少也破100，好不好？一个女孩子，哎，一个运动人，哎，我看你是肌肉人吧。知道我们王凯有在运动吗？刚才我们是说30秒80下嘛，对不对？那秉彦既然自己讲要100多下，那我们就30秒没有超过100下就算不过关。30秒的时间，他可不可以超过100下？哇！你们觉得他可不可以过关？请选择。来，哎呦，我觉得100下是真的有点勉强，100下有一点不过关了。那我们来过关好了。如果说。还是按照刚才80下，每个人都应该会猜过关。对，因为统统都做得到，对不对？现在提高我们的标准到100下，所以出现了2极化。你没有超看好你的，谁说常运动就可以摇到100下？真的，说明摇一摇就落丢啊！好，起球，加油，别加油，上位置，按得到吗？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要把证给你，跨没掉啊，喂！好，来，现在已经归零了哦。于秉彦，摇头王，30秒钟，挑战100下，计时开始。哇哇哇！
神个在引导，然后来个我们的节目，经过来升高嘞了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于炳彦，他总共摇了89下。我失败没关系的，但是我们真的为了炳彦的身体健康，真的是担心，担忧，真的很担忧。他只比彤彤多了3下。他是运动员，运动员，等一下，你有什么看过运动员在练这里的？在这里。真的没有，你这样讲，我们想好像没有。没有啦。如果我们在健身房看到有人用牙齿拿哑铃，他可能就是要练。喂。真的没有人出过89下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不好意思，选择过关的三位，请出列。哎呦，好，炳彦呢挑战失败了，好不好？就包含炳彦情绪演技大考验，好表现哈。好，艾辰情绪演技大考验，便秘。便秘踩到钉子。便秘踩到钉子，又捡到1000块。还没有，还有一题。便秘踩到钉子，拿到1000块，然后被车撞到。艾辰的情绪演技大考验，超另类的演出令在场来宾。便秘，便秘踩到钉子。踩到钉子，又捡到1000块。还没有，还有一题。便秘踩到钉子，拿到1000块，然后又被车撞到。一直爱，一直会爱。你的表演很没有层次，没层次。每一个啊都有一个表情啊，真的吗？对呀，再一次，我再看一次。细腻，不要了。好，艾辰，完力，完力，过关。紧接着，马哥，好恐怖哦。情绪演技大考验，第一题，哦，吃牛肉面。吃牛肉面放屁。抱小孩，吃牛肉面还抱小孩，没有手哎！你有经验啊，抱小孩，你有经验啊。好，你看一下，不要那么大的小孩啊，好，简单一点好了。好，皮笑肉不笑，皮笑肉不笑加想哭，皮笑肉不笑，想哭又很开心。皮笑肉不笑，想哭又很开心。赶快！我有仔细在听哎。哇，马哥过关。对啦，哇！哎呦，哇！哎呦，我很期待他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有偶像包袱哎。对啊，你包袱太重了吧？喜怒哀乐的喜，喜怒哀乐的喜中悲中带喜。喜怒哀乐，喜悲中带喜，被钉子扎到。便秘怎么讲？你那是便秘，钉子扎到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你那个声音，哎，没有，地狱哦，拜托。哎，帅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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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像包袱最重的，而且还带着花圈呢。不要背我，笑中带泪。笑中带泪之笑甲落会嗨，笑中带泪笑甲落会嗨，又中爱国奖券1000万，怎么演啊？你想要什么样？来一个大的，情绪可以 over 一点，可以 over 一点的，哇，自己要求啊。好，来坐云霄飞车，坐云霄飞车，结果。脱轨飞出去，我有表情好吗？掉到水里，云霄飞车坐脱轨掉到水里，
走走走走。我昨天有点被弄的感觉。好，情绪演技大考验过关，紧接着下来呢，国字机动赛。这个单元呢，就是要让大家多练习我们跟国字的互动，好不好？好，紧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把我们的鬼牌桌给推出来。我们的澳门来的荷官，来，我们请澳门荷官起来。要洗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是输赢两千的百搭哎，请选择。好，所有人，请亮出你的牌。好，恭喜我们的杜思美要挑战国字知多少？挑战国字知多少？我们要考一下大家对国字了解。杜思美，现在计时一分钟，你必须要在一分钟里面作答十个言字旁的字。什么？言旁？言字旁？言字旁。好，各位，你们觉得呢？杜思美有没有办法在一分钟以内写出十个言字旁的字呢？请选择过关或不过关。会写情书给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你要写日记的习惯吗？没有啊。一分钟哎，一分钟哎，时间不多，不是让他有时间可以想哦。好，各位杜思美，现在有三位觉得你不会过关哦，两位觉得你是会过关，嗯，好不好？虽然只有两位，但是呢，不要辜负他们的期待。杜思美，我挺你，我挺你，写八个就好。喂，言字旁，杜思美，国字是多少？计时一分钟开始。可以吧？加油啊！哦，所以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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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不要，漂亮，杜思美不要，碎啦碎，一连串没有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保持输赢。谁要听到哥哥在跟你讲不要？有没有这个字啊？有，再来再来再来，还有不要完美，六个了六个了，哦，只差四个字，够了。写盐就对了啦，对，先写盐，盐盐，先把盐写完了，先把盐写完，盐盐盐盐，对对对对，什么呢？再来再来再来，还有很多姓，很多姓，有姓八，不要，秒数到了没？请快点读秒哦，再来再来再来，不要不要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，九，最后一个。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停！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来看一下刚才的杜思美，很快的时间里面呢，他第一个一连串一二三四五个字，他是一连串写下来的，这是诗对不对？对，你杜思美的诗嘛。我刚好怕你提醒我这个字，你这个怎么太高了？修一下修一下，把写工整。不是他身材不够高，他只能剪在那边。这样子吗？OK 了哈 ，OK 的 OK。杜思梅的诗，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，很好。哎，诗词的词，讲话的讲，请谢谢，一二三四五个答对了。悔，叫悔悔悔吗？是吗？叫悔的悔吧。悔，对。许说话认，十个了，对。这个是不是？他写简体了。是是。傻逼，送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一分钟，恭喜杜思梅过关。好不好？过关，不过关的三位请出列。Hello， 就跟你们说，不要跟爱晨在一起吧。真的。来，其他的人请站在我的右手边。好，爱晨，鬼脸二连拍，第一拍开始，第二拍开始，第一拍加第二拍开始。好，过关，口头鬼脸二连拍，第一拍开始。开始，第一拍加第二拍开始。OK， 于秉彦，愁死了我们。为什么？我好想看于秉彦啊！我也好想看他了。他们都好可爱。可以 VIP 位置吗？什么叫做奇迹？哎呦哎呦！我发现一件事情，通常他这样子讲都表演得不好。连拍第一拍开始，哇！第二拍开始，
型男名模于炳彦的超爆笑演出，新兵鬼脸王的宝座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通常他这样子讲都表演得不好。鬼脸二连拍，第一拍开始。二排开始，第一排加第二排开始，好，所有人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要挑战的是蓝白拖无影脚，请我们的爱神把我们的鬼牌桌推上来。来，秉彦给你洗牌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换我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你要边刚那个表情边洗牌。喂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好。请选择。好，所有人把你的牌亮出来。提供跳猛狼了。哇哈哈！哎，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不好意思，这游戏是什么？这游戏叫做蓝白拖无影脚。各位，他到底怎么玩呢？如果能够踢进六个到你背上的篮子里面，就算过关。好，来，林道远示范，请开始。加油！超级经典哦，机会哦！有没有看到身上的篮子变小了？哎，自己又出来，可惜。哎，自己又。哦，一个啦，一个啦。还有差一点点，差吧。他在等。哎呦！哇，还有我们示范厉害，哎呦！我的胖子了，这个是最灵活的胖子哎！掉掉出来就不算了，不算了，这么严格，很严格，算了。刚好他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示范，非常完整的示范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本来想说这一段要讲解的，结果他整个身体力行，我们就不用。如果掉出来了，就不用哈。紧张点啦，蹲下蹲下。好，帮他数号，好，一、一、二，两个啦，两个啦，两个啦。还有没有？掉！掉了三个啦！掉了三个，掉了三个，可以捡到九只。所以其实还不错。他有没有什么诀窍？他其实就是身体要动啦。哦，除了那以外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了。有啦有啦，一定还有一个，那就是不要跌倒。黄国碧，一分钟以内是不是可以踢进六个呢？蓝白拖无影脚，请选择过关或不过关。开始。对我要有信心。你要站哪？哎，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跟我站在一起呀？你在这里。哎，那位朋友，你站在中间是？你真的哎，爱晨在这里耶。哎呦，那你还不是站这里？其实你们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不只是这爱晨的中奖率高，容易被接受任务以外哦，连我们的于炳彦他的这个几率也蛮高的。都有他们两个在一直接受任务哎，而且我直接被道远侮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道远一分钟可以弄进九个，虽然掉了三个，但是还是评标准嘛，对不对？标准。他现在是直接看不起我，他自己过关，然后他自己说他觉得我不过关。没有，因为我是有练过，然后有那个有精髓的啦。你没有，我觉得你没有，我看得出来你没有。好，你们放心，绝对给他难看。哎呦！好，毕哥，蓝白拖无影脚计时一分钟，开始。你过关，我亲你一下。
讲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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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啦，来弟有没有？一起算，不要激动。一个，好，有。两个，有。三个，有。四个，哎呀好。五个，好，好，好，没有。看这场好戏啦，好，情绪演技大考验，遇到旧情人。这是一哥嘛？旧情人为什么是这种样子？郑卫兵脸上有蚊子。遇到旧情人，脸上有蚊子。遇到旧情人，脸上有蚊子，遇到口红妹。Yes！ 哎呀，好，所有人请到中间来。今天呢有一连串的小游戏啦，希望大家玩得很开心。没错，虽然有点辛苦，看林大伟玩的都流汗了。真的，真的。可我们平常啊比较少运动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其实多动多流汗对身体是好的。没错。在这边呢，谢谢所有的来宾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